天！我他妈幸亏多穿一个，你要死吗？装修，继续装啊，还装不装啊？继续。Hello， 老铁们，这是我准备了一条黄鳝，待会你们说我是放在他小笼包里，还是放在他裤裆里面？给我评论在下方，双击马上给你们更新。媳妇儿，我给你发个信息，你看一下。哇，老公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来，拿你破衣服给我擦，拿你破衣服擦，来来来，拿你破衣服给我擦地。呀，今天不打我不骂我了，你要干嘛？不是你要干嘛？你爱我还是他？我靠！你能吗？哎，又骂他！又骂他！又骂他！我没想到你，有完吗？我没想到你，有完吗？有完吗？你，我没想到你。来，陈姐，别玩了，给你买了护肤品。咦，日你妈呀！你今天怎么那么好？太阳大媳妇出来嘞！喂，什么事儿？啊？妈，我先给你挂了，等我再跟你说。那个，我再跟你说，挂了。谁呀？哎呦，前女友啊，太联系了。没有。都是吗？咋的？啥事儿啊？